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个诗经百鸟，这是旧版的机车，晚点来比较一下百鸟金属版跟百鸟的差别。那护具我改是24000，升级到满，刹车7000块，引擎6700，主色调呢我改金属色，来个纯金色5万块好了。副色调看看有什么，好，外面的颜色不同而已。来个红色。变速箱8000，涡轮24000，车轮类型，手里剑好了。款式用客制化，喷漆换一个颜色好了，副色调的。来个黑钢好了，来试乘一下喽。哦，这台车加速也还蛮稳的哦。泡水车好了，坏掉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